水里演职员，后台后场后场，所有编导组们，这些清点各队人员。
你搞个包子，我的天，那这么不要的。在这里拐弯，何不眠着遥远的思念，家中的传说在血管里流淌，你是我梦中的家园。高原秘境寻冬女，大金川上看梨花。尊敬的各位领导、各位来宾、女士们、先生们，金川的父老乡亲们，现场的观众朋友们，以及线上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，还有莅临现场的所有媒体同仁们，大家上午好。这个开幕式冗长，那些客气话、客套话的部分咱们就把它剪掉吧。我选了我认为相当不错的节目奉献给大家，可能也不一定符合您的胃口，可以快进。开幕，这个节目的名称叫什么我不知道，我没有拿到整个演出的节目单，我说不出这个节目的名称，但有关的背景知识我还是知道一些的。这里是属于藏区，但藏区跟藏区很不一样的，整个藏区分为卫藏、前藏、安多、康巴藏区、加绒藏区等等。这里属于加绒藏区，加绒藏区在清朝乾隆年间与清朝有一场血战，这一仗打了30年，虽然也重创了清军，但最终还是被清朝打败。乾隆还在今天的金川县安宁镇立了一块碑，以纪念这次战争。我这一次也会去安宁镇的，也有视频记录，会在后续视频里展现。从节目中可以看到男演员们手里拿的是枪，真家伙，等一会镜头拉近了就能看清楚。天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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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这是另外一个节目，演员的装束明显不同，是加绒藏族的贵族吗？他们拿刀吗？一般来说，拿刀的地位要高于拿枪的。当然，我这是瞎猜的，非常遗憾，我不能给出准确的解说。那就看戏吧。
这大概是藏王来了吧。
说历史的久远，碉楼的墙壁悠扬，门的流泪。眺望诗和万里，大胸膛堂堂，给你爱的花卷。谁敢逆多少真情风采？热情的灿烂迎接，幸福千年。
Thank you.
红军红军。
存在。妈妈坐在梨树下，放声无暇。我爬上梨树枝，闻那梨花儿香。
三个孩子长大离开家。啊，不服输，勇敢去远方，我敬孩儿的夕阳，伴儿去天涯。妈妈的雪地高，是雪域的城堡，那童年味道永远忘不了。妈妈的雪地高，是古老的歌谣，那幸福的味道，甘甜而美妙。
Oh.